2米的桩，看看我老公能成功吧。轻松过了，这个红350就难度稍微大一点，用红150试试啊。挂牌了，这个应该也没问题。不行了，得适应一下子。不是，你得掌握好它这个油门的开合程度，先这么练。开始练油门了，油门怎么样能够又不能特别快又不能特别慢，才能够做到这个红350，这个就难度非常的大了。来，红150再上，油门是管用哈，就是掌握一下油门的开合程度，习惯一下就行。那真不错。还是不习惯它的这个油门啊，哎，这个 SR4 这叫什么来 ？GT200 确实它这个油门更灵敏一些。